梳子神接主持棒，爆黑人爱捉弄人。今天这个节目你有跟黑人开个会啊什么？他就只有跟我说，你就好好的 enjoy。我看你穿很高的高跟鞋。我的搭档纳豆哥跟黑人哥，人前最高跟最矮的主持人。下次就倒过来，躺着，躺着录啊。你就做徐威老师没办法做的事。他喜欢捉弄小女生啊，你说他像徐威老师吗？有，他也有。也有。小燕有约，玉玲准时相约。